谁最珍贵？沙子，地球上的沙子其实已经不够用了，问撒哈拉要沙，不好意思，太细了，没法用。龙涎香，抹香鲸在吃了乌贼章鱼后，没法消化的内核会在肠道内跟分泌物结成一团，排出体外后，再经大自然的洗礼，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定香剂，一克能到1000人民币。穿上好的核聚变燃料，因为人工制备极其困难，一克能到3万美元。不过在一些号称自发光长达25年的荧光灯里，就有穿的存在。红硅硼铝钙，地球上最贵的天然物质，但除了看看，毫无价值。开就不一样了，昂贵且有用，地球上几乎没有。加州伯克利用阿尔法粒子撞击局人工合成了开，但一微克开1分钟就能释放1.39亿颗中子，所以光是一克开就需要50吨专业设备保护。巴基球跟钻石一样，就是碳的同素异形体，但它是这样排列的：牛津大学搞出来的内嵌富勒烯，200微克，也就一片雪花的1/15，成交价在3.2万美元。反物质。NASA 对它的成本估计在一克63.5万亿美元，目前只在强子对撞机中产生过10的负10次方克。不过让村花说，地球上最珍贵的除了你还是你。